没出门就好。抱歉，今天不能和你一起参加同学聚会了，临时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。对，已经全副武装，在赶往案发现场的路上，在可控范围之内。我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。担心，一方面这次的事件比较棘手，另一方面今天如果有人和你说一些话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就是一些有的没的话你都不要听，好奇的话我下次亲自跟你说。